Hello, Music Hub Pod 嘅观众朋友，你哋好，我系今日嘅主持人 Esther。阿 Sir 你 Hello，好，好耐冇系见。啊，好耐冇见，大家睇下我身边呢位系边个？系我哋好耐冇见嘅 EL 嘅家姐 Lucian。你好 Hello，系啊，真系好耐冇见啊。系啊，你好吗？对上我好啊，啊好，见到你就好好啦。对上一次你哋出新歌应该系十八年前啦，哇，真系太耐啦，系啊，今次仲要系你嘅个人单曲《衰起来》，系一首普通话同埋英文歌，系《帅起来》，系咪仔仔开始大可以见多啲我哋啦？系噶，我觉得因为有 B B， 而家佢哋十岁、十二岁啦，凑到佢哋到而家，佢哋而家唔需要埋身啊，唔需要妈咪。成日黐住佢哋啊，自己都可以搭巴士翻學啊，咁 OK 噶啦，我有自己時間多啲同佢哋大家見面。係啊，好叻仔啦，佢哋兩個已經，原來已經十歲同埋十二歲。係啊，好大個咯。哦，我上次收到消息嗰陣，佢哋仲係六歲同埋四歲。係，時間過得好快。時間過得真係太快啦，係已經十八年啦，而家。系啊，我哋成日形容女性咧，就话靓啦，同埋美啦，漂亮啦。今次好得意喎，你用帅呢只字 ，shy， 帅起来。系啊，点解你会用帅嘅咧？其实帅起来，如果你真系翻译佢英文，其实系 cool。然后其实男女都可以 be cool。然后 cool 又可以靓嘅 cool， 又可以唔需要话靓都可以 cool， 或者你系有啲品味嘅人，有 stylish 嘅人都可以 cool。系，咁我觉得帅起来好啱，无论你系 no 男士、女士，咪就喺 B B 仔或者系 you know 而家嘅 gender 系 I don't know who I am 都可以 cool 嘅。系，点解你当初会谂到要做帅起来嘅？这个灵感系嚟自边度？我其實咁啱咧，我係其實代理呢個洗頭水品牌嘅，佢係韓國 number one 嘅抗脱髮洗頭水。咁我就已經代理咗兩年時間啦，咁銷量賣得好好。咁老闆就話：不如你做埋代言人啦。就係咁開始嘅。咁我哋開始拍嘢之後咧，又話：拍廣告一定要有廣告歌嘛，咁冇理由買啲歌其他人嘅歌，咁不如佢就。话激发咗我做我自己首歌，原来系佢令我哋可以再见翻你出歌，多谢多谢。咁系因为我想出嚟见翻大家系有一个唔同嘅感觉，咁我就谂住系国语歌啦，因为国语歌系多啲嘅 audience 听啦，亦都想快歌，亦都可以跳埋舞嘅。跳埋舞嘅，你之后嘅 MV 系咪都会系用咩形式嘅咧？我而家其实筹备紧嘅，因为其实我啱啱学跳舞，净系年纪唔系好耐，所以其实未望镜，就系唔望镜跳舞咧，都系一个 challenge to me。我系未开始可以唔望镜跳舞嘅，所以我系要慢慢一个一个阶段啦。你望镜跳舞，你仲唱埋歌，仲跳紧咧，唔容易，都系一个困难。咁而家系我系克服紧，好努力紧，排紧我嘅舞，希望嘅 MV 可以俾大家睇有个唔同嘅 Roseanne。好期待新嘅 Roseanne。你呢首歌咧嘅 chorus 最尾嗰句成日都话，要我哋要拥抱最强嘅温柔。呢个最强嘅温柔系咩嚟嘅咧？我觉得我呢首歌系想。有一個 message 嘅，係俾我哋女士啊、女仔，或者甚至乎男士講，我哋其實堅強得嚟，我哋需要温柔。譬如啦，我講翻我做女啊、做老婆、做媽媽，我唔可以好堅固咁，要堅持我嘅理念啊，我啱嘅觀點。咁有時我哋都要用 soft 嘅温柔嘅 approach 去。话个 message 俾我仔听或者老公听我，系啦，或者系当我哋好惊嘅时候，譬如啦，我仔有一次系跌断咗手，但系当时我哋应该好坚强嘅，但系你心里边又系好惊、好脆弱，所以我哋其实挣扎紧喺呢个社会或者喺呢个emotion 入边，但系
又可以又强又软咁咯。啊，系啦，又柔又刚，冇错。哇，真系一个好妈妈，好好妻子。所以我就觉得呢首歌系代表我哋女性又好，男性又好，嗯、我哋无论去到咩阶段，我哋可以学多啲嘢，或者自我增值，发光发大。嗯、其实你嘅生活、你嘅自由都喺自己嘅身上，嗯、你可以好自由地去享受生活咯。系啊，点解我去到咁大个先至要学跳舞啊？好年轻啫，而家仲做金仔啊！诶，我今次系做埋金仔啦，做埋和音啦，系啊系啊，未试过嘅，所以好多挑战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新尝试，亦都可以激发咗我嘅脑啦。咁人哋话你多啲激发你嘅脑，你就 keep 住 young 啦。系，咁我要 young 我就激发多啲啦。系，唔系一路都系咁 young。Thank you， 系咯，好得意啊！今次仲做埋监制，之后会唔会继续尝试挑战呢个角色啊？其实我觉得系需要嘅，因为而家我已经有生活嘅经验啦、经验啦、人生嘅经验啦。我想要咩歌、咩类型歌，我自己都可以做个监制去 direct 啦。系啊、好好啊，好开心啊！听到你咁讲，即系话我哋之后会 keep 住听到 Rosanne 嘅新歌，最紧要系有多啲人支持，系一定就可以再出新歌，系一定大家一定要听爆，帅起来 ！OK， 今次我真系用咗，因为咁多年冇录音啦，我用咗三个月时间同个监制再连翻一个嘅 vocal 嘅，咁个监制好好啦，因为佢系美国毕业嘅，专系 train 嗰个声带啊，或者 train 一个人点用你把声，由腔去到喉咙去到头，咁系点转声咧？咁我呢啲之前唔识，因为未学过，咁同佢学咗之后，我其实录音系好顺利嘅。啊，系咪同以前 E.R. 嗰阵差好远啊？我觉得自己系喺唱歌方面成熟咗，喺边、方面成熟咧？唔系话人成熟，系嗰个识得点用声嘅成熟。啊，同埋梗系因为我监制佢系 train vocal 嘅，所以佢俾咗我好多啲信心，因为佢觉得哇，我可以好高音啊，我可以自己和音唱得好高啊，帮我加入我嘅歌又好好听，令到我好有满足感咯。嗯，好大挑战，同埋呢首歌嘅 style 都系同你以前玩嘅音乐都系好唔同。系啊，系我哋见到一个全新嘅 Rosanne。如果你觉得你以前细个嗰阵，即系可能 E.R. 嗰阵嗰个年嗰、那个时期嘅你唱呢首歌，同而家嘅你唱呢首歌，那个感觉会唔会好唔同咧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是会有很大的分别、因为现在我又试过做歌手啦，都成现在都还是歌手啦，妈妈啦，老婆啦，做女啦，我觉得我这些经历呢是令到我表达首歌是很不同的、是当我唱的时候是真的很有些 freedom 啊，觉得这个是我、系啊，呢个系送俾你哋听。系啊，我都觉得系、你哋同我一起帅起来吧。系，就系、一路听就觉得你话俾大家听，而家呢个就系而家嘅 Rosanne 啦。系啦、啊，系我话俾大家听，呢、这个就系我啦，好有型嘅，好帅。你哋可以同我一起帅起来嗰啲感觉咧，系啊系啊系啊，有呢啲感觉。嗯，多谢你听到都有呢啲感觉。系有啊有啊，特别我好有共鸣。Thank you。系，多谢你做呢首歌。嗯。咁你经历咗咁多唔同嘅角色啦，啱啱都有讲到做过人哋嘅女啦，而家都系啦，做女啦。做家姐啦，之后做咗歌手出道啦，然后就做咗人哋妻子，之后又创业，又做母亲，一路经历咗咁多嘢啦。你觉得有冇啲咩？除啱啱我哋讲到一啲改变啦，咁你有冇觉得啲嘢咧系从来都冇变过嘅？可能我嘅性格啦，系比较温，系咪叫温和啲嘅？我好中意，你好嘛，揽揽锡锡嗰啲咧，呢个就系我嘅本性啦。我见到人我就好热情嘅。可能呢方面冇改啦，同埋可以话我有耐性多啲啦，因为有小朋友就要多啲耐性。有时好掹憎，成日唔可以睇掹憎嘅先。我应该系喺人生嘅阶段有多咗啲经验咧，就系、
我睇人俾人見到人咧喺佢身邊取咗好多經，係、人哋有好嘅邊一好嘅方面咧，我就吸收下，吸收下，吸收下，係學下，係啦。係，我哋仲有個我哋身為 fans 啦，好想問嘅問題，就係我哋有冇機會咧，仲可以見到二歐再出新歌咧？我同妹妹就冇計劃嘅，咁如果真係真係呢首歌反應得好好咧，大家都好掛住我哋，咁妹妹可能都會 join 我噶、啊。好啊！大家一定要快啲聽埋佢，我都會快啲翻去再聽多啲，係咁聽，咁聽，咁聽。系啊，我哋都好想见到多啲嘢，而家嘅你哋，系以前嘅你哋，我哋都好熟悉啦。咁耐冇见啦，又见翻你哋，我哋好想再了解多啲你哋，而家嘅你哋嘅。好啊，系好多谢 Rosanne 今日同我哋倾偈啦。大家快啲睇完呢条片之后就听埋《帅起来》，听多啲，然后咧就再等 Rosanne 再出新歌，之后等 MV 出咗咧，又可以睇下新嘅 Rosanne 而家跳舞嘅样啦。是啊，之后同埋记得 subscribe follow Rosanne 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同埋仲有 Rosanne 嘅 IG 系啦，同埋 Music Pop 嘅 IG like share subscribe 同埋 comment， 叮，就系今日有叮叮叮叮，系，thank you， 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系啊，新嘅一年希望你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同埋音乐创作路都顺利，同埋仔仔咧都身体健康， oh, 一家都身体健康。thank you, 大家咁啊，好，真系好开心，拜拜。住在帅起来，别等待，别傻傻发呆，帅起来，别掩埋，不管好与坏，大声地说出爱。I gonna show, I gonna show, I gonna show。Thank you.